好感动呢、这个世界有咁嘅主妇咧。哇，好浮夸，我自己都顶唔顺啦。今日早少少同大家讲 Merry Christmas 啦，又食 buffet 啊，成个 L 型咧都系一啲甜品啦，分上下两个 layer。呢个必试嘅 tiramisu 好好味，所有朱古力都唔可以放过，因为入面个馅系唔同噶。另外仲有呢个 toffee 朱古力挞都真系超好味，我食咗三嚿啊，食咗三碟呢啲嘢。呢个都系 encore 啊，呢个乜嘢？呢个系炖蛋。好香又好好味，只要咧唔食前上面嗰阵嘢，就系料下面嗰啲就够。最直接上面嗰阵，咁上面嗰阵肥啊嘛，下面就瘦嘅。哇！呢度有两间好唔起眼嘅朱古力，一定要食。呢、这个酒心朱古力，头先食过一粒，好似而家试俾大家睇，里面白兰地。好味啊！我系咪食得太多已经醉咗啦？好感动啊！呢、这个世界有咁嘅朱古力，你唔食，一定系你人生最大损失。